科学家一觉醒来，却震惊地发现自己好像穿越到了原始的蛮荒时代。这时的人类竟然生活在悬崖峭壁之上。就在他感到一脸懵逼之际，一位黑人妹子走了过来。他操着一口蹩脚的英文询问他来自何处。强哥解释说自己是从过去乘坐时光机来到这里的。然而他的这一说法却引发了众人的哄堂大笑。正当强哥准备询问这里是什么地方时，峡谷中却突然响起了阵阵号角声。众人闻声赶紧朝着山洞中走去。强哥有点懵，问他们要去干嘛。 强哥顿时懵上加懵，天还大亮，怎么就要去睡觉了呢？黑妹解释说，每到黑夜降临，生活在地下的怪物就会出来作祟，所以他们必须早点休息。等到了第二天，黑妹就陪着强哥一起成功的找到了让他穿越到这里的时光机器。黑妹也终于相信他确实是来自于未来。奇怪的是，黑妹不但不吃惊，反而还劝他尽早离开这里。如果可以，他希望强哥能带自己的弟弟一起走。可还没等强哥问明白咋回事，那熟悉的号角声就再次响起。黑妹闻声二话不说，拼命的往回跑。当强哥追上来后，却直接就被眼前的一幕给吓尿了。